在毕业之前进入社会，接触一下社会。对了对了，不是呀。对了哥，我听说那个现在网络直播特别流行，我也想去应聘一个主播当一当，到时候你就支持支持我工作，给我刷点礼物呗，给我刷点那大游艇啥的。我这闲的，我有病啊！我给女主播刷礼物，有那钱我不能去 KTV 找几个。你说啥？啊？我是找几个哥们喝酒啊。你现在明白了是不是？啊？去办。哥，我找到工作了。哎，不错呀，恭喜你！什么工作？我做销售，卖健身卡。销售好啊。啊。销售特别锻炼，我跟你说，只有一个内心特别强大的人才能干销售。嗯，不错，好了。哥，那你支持我一下子呗？必须的，哥必须支持你。以后我健身了，老铁下，你给我这办张卡呗。卖健身卡啊？啊。爷爷哥也不爱健身的。哥，你就当支持我工作了呗。那我同事人全卖出去了，就我一张卡还没卖呢。那你这工作得自己锻炼呢，你不能找我呀。我是精神上支持你，健身太累了，哥健不动。哥，我这可是为你好啊！你瞅瞅你这两年你都胖成啥样了？你再不锻炼，你那身体就完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再这样下去，你就得得病，你就进医院，你就跟小白床上一躺哈，我们几个围一圈。别。我是你亲哥呀、啊！你这么说，你是我亲哥，你就办张卡，多少钱？9800。这多少钱？一年9800。我有一个月的，哥办一个月。没有哪有办一个月的呀？你知道，你就是不拿自己的身体当回事，你就是不拿自己的生命当回事。等你老了以后，我跟你讲，你那个心脑血管疾病啊，你知道不一定跟那天跟楼下跟人下棋的时候，你就心脏一抽，啊，你就没了。你知道，我不想看到你这样，哥，我是为你好。你说我苦口婆心的，我跟你跟那叭叭叭叭叭。行，哥给你转账，啥也别说了。行。哎，好，过去。谢谢哥。我跟你说，你以后你工作你就知道，挣点钱特别不容易，你知道吗？工作是很辛苦的。哥，我觉得你说的太对了。这个假期我就准备我多找几个工作，我要尝试各行各业劳动人民的辛酸。行，嗯，你这个想法很不错。嗯，哥支持你。过两天啊，我就准备到那个万科当那个售楼员。然后到时候，不用打灯。为啥呀？哥心疼，哥心疼你，售楼员太辛苦了。我不怕苦啊，哥。你瞅你都瘦成什么样了，还不怕苦？没事。平时上学你那么运动，你说你累成什么样了？就放假了，你休息休息，不能再工作了。锻炼。我说锻炼，你现在能力很好，你知道吗？平时看看手机，把手机拿出来，玩玩手机游戏。这个年龄，我跟你说，尽快玩玩手机游戏，看看电视。看玩了够了之后，就搁家睡觉。这睡觉两年，你瞅你这中间跑黑眼圈啊！胖成什么样了？回家多吃吃饭，多睡睡觉。对呀，这家几个哥当你啊，就是玩。钱不够花，哥要，哥给你那9800不办卡了，那哥就不办卡了，哥就那花啊。这个家庭哥告诉你，就是玩，就是吃，就是睡，知道不？好好养养啊！你看他瘦成什么样了，哥有事先走了啊。干啥去，哥？他刚才不是这么说的呀。